千年前，瓦尔克利王国与异世界在两境大战中击败了野心家毕纳维基，至今仍广为后世所歌颂着。在女帝维斯塔的英明统治之下，一度引领艾斯加大陆走向和平兴盛之路。然而时光流转，过往贤明的统治已经不在，王国的基石渐渐开始动摇。新任瓦尔克利女帝欲以军事力量制裁东大陆的新兴大国孟图，制裁行动招致了孟图王国的强烈不满，孟图领主遂宣布自立为王，两国之间形成了激烈的对峙，并将整个艾斯加大陆卷入乱局。战事仅短短维持了一年，并以停战告终。在两国停战之后，看似已渐渐回归平静，但事实上海面下的角力依旧频频。时序辗转来到一年多前，神秘的瘟疫突然在民间迅速蔓延开来，感染者会变化成毫无怜悯之心的嗜血狂徒，四处攻击村庄与生物，因此世人给了这个瘟疫一个名字，纳姆塔热。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挣扎时，一支专门收集并调查此类事件的纳姆塔调查队并由此应运而生。可恶，我们来迟了，这一带看来真的很不乐观。难道尼亚？哼，我知。想不到潜伏了那么多纳姆塔。里欧，别开了，那就一。
这样下去，扫荡行动没办法。他们，你。那是刘好娇。了个大洞了，咦？这到底是什么？我吗？你呀、啊？我先为什么？因为。看来又成。克里斯丁，我发现一道小，你来的正好。